就掉破眼镜，啊你准时啊，给你六点，给你六点。五宝冬燕汤，五宝冬燕汤，今天煮两个新菜色了。酸酸辣辣。妹妹啦，妹妹喜欢冬燕。这个我下去煲汤啊。这个是多少的水哦？2.5L。两厘特半的水，多少大葱？爸爸大葱几粒？应该小粒小粒。两粒小粒大葱。这个 tomato 也是两粒小粒的吗？两粒 tomato， 两粒大葱。大家傍晚好，安弟兄今天准时开播，6点了。2.5L的水哦，我们加了两粒的大葱跟两粒的番茄下锅。等一下要煮五宝冬燕汤啊！妹妹讲不要加辣的。妹妹不要加辣，妹妹怕辣，我们喜欢吃辣哦，奇怪。要啊，要。傍晚好。去炒一下吗？可以啦，不用炒 ，OK 的，我觉得。然后我们把冬燕放，可以放几汤匙？放四汤匙哦。放四汤匙啊。怕辣，来，我们加妹妹怕辣。爱吃酸的吗？我们喜欢吃酸酸。是因为五妹喜欢吃那个冬燕哦，所以妈咪煮冬燕一汤匙，我们放四汤匙哦，应该可以了。两汤匙，妈咪，可是我觉得你放一汤匙辣，这只辣椒酱比较好。辣椒掉，放辣。你为什么嘛？因为你放进去颜色很美。像这个不要放这么多。啊，这放三汤匙。我放几个了？两汤匙啊，三汤匙。够了喽。嗯，来，我们那个。这只辣椒酱放一汤匙就够了。怕死。妹妹很怕，感觉不够浓哎，妹妹。来四汤匙，笑，吸汤匙啦，我一生啦。来，加那个这只辣椒酱一汤匙。跟妈咪讲，放这只辣椒酱颜色很美，而且很香啊。那个应该是有小葱头，那些炒了的香味很香哦。有的。不要再放，不要捅一下。这边是2.5L的水哦，我们加了两粒大葱，两粒番茄哦，然后呢加了四汤匙的冬燕 sauce 啊，然后我们现在呢给它盖锅，慢慢的焖煮。五妹，你今天有帮忙煮吗？五妹的大宝没有来，她一个人来而已，她来面试。我刚才叫她讲。那煮毛姐姐哦，买那些东西回来啊！我刚才回来没有毛姐姐吃，可是我回来她在睡觉，没有毛姐姐吃。妹妹不是要煮毛毛恰给你吃吗？没有，没有，她在梦里面在跟周公毛毛恰恰了。刚才里面呢2.5L的水哦，两粒大葱，两粒的那个番茄，四汤匙的冬燕哦。对，大家傍晚好。安弟以为他回来就摸摸恰恰吃了，结果妹妹跟周公在做摸摸恰恰。结果没有摸恰恰。结果什么恰都没有。没有色啊。对没有没有颜色，你看。来放一汤匙的自制辣椒酱。这么五妹没有来学，有啊，她站在旁边。她站远一点，要不然等下碰到。她站很远，你看她站几远，在这边。快一卡啦，很酸牛肉，酸哦，酸，你来试一下，快点，快点，快点，来，我们要加一汤匙的这只辣椒酱，四汤匙下去啊、哦，没有辣椒他讲五妹是 come back here I can enjoy 的，有啦，他有来学煮的，他有来学煮，妈妈这边还有鸡蛋呢，妈咪来，大家傍晚好，今天准时开播，难得，有辣啊，安弟兄今天准时开播，有辣啊，一点点辣。然后我们现在呢加一汤匙的自制辣椒酱，记得吗？辣椒酱的不要放太多，放一点点就好。两粒番茄，两粒洋葱，四大匙的，对，两汤啊，四汤匙的冬燕 sauce。嗯，所以妈咪的自制辣椒酱还是有起作用的，妈咪。谢谢 Ruby 帮我们打上来哦。这汤匙等下再放啊，是2.5L的水。我们给它滚一下，盖锅滚它。这个是年年有余的拉勾面砂锅。说声啊！每个奖可以加一点 lime juice， 然后火会更爽，够爽的，够爽的，够爽的。自制辣椒酱一汤匙255哦，200克的干辣椒，500克的蒜米，500克的小葱头，然后呢，记得放在雪格里面给它冷冻哦。
因为没有加入，因为没有加任何的调味料哦，所以大家记得要保存在雪格里面，要煮的时候才放下来解冻，然后来拿出来煮。然后今天呢，还有一道新菜色呢，就是酱烧鳕鱼。这个鳕鱼呢，安迪叔讲是尼古多送我们的，所以呢，谢谢尼古多送我们好吃的鳕鱼哦。然后今天还有煮呢五宝冬阴汤，所以很多好吃的料理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鱼我先腌那个米酒跟一点盐了，米酒跟盐腌制它一下子哦，腌一下。嗯，哎，很漂亮耶，旁边那个鳕鱼。而且它切到美美哦，这个是扒皮的，剥了皮的鳕鱼很漂亮耶。这个尼库多送的，大家可以跟尼库多下订哦，鳕鱼，谢谢他。安迪秀啊，五妹，美艳问你哦，美艳阿姨问你，你今天有运动吗？没有，一类。今天是假装，西装假装。一类。今天我们早上去 shopping。美跟讲安迪今天没有煮红绿交通灯了。没有，今天还有一天。是255哦，谢谢丽丽帮我写上来。我们先把苦瓜炒起来哦。先煮冬阴汤，五宝冬阴汤，我们家五妹的挚爱耶。蔬菜色。好了，这个鳕鱼是尼库多送的，你们可以直接上网购买哦。它是。20块 ，fish fillet 一公斤，20块。酱烧鳕鱼，大家傍晚好。五宝是什么 ？EB 的五宝哦。妈妈现在厉害了，会把那些赞助商送的食物呢，然后帮他取名字。我们家煮什么？炒鸡蛋啊。哦，那个苦瓜炒蛋啊。这个是适量的苦瓜哦，安迪秀呢下锅爆香，炒香苦瓜过后呢，加少许盐调味料。这个苦瓜刚刚有抓一点盐哈。嗯，抓了一点盐的苦瓜，为什么要抓盐哦？没有这样苦咯。没有这样苦哦。I like to steam the fish， 大家。我们等下酱烧鳕鱼啊。哦，不是。这是鲅鱼的妈咪，这个不是鳕鱼耶 ，Polo 不是鳕鱼耶。什么鱼 ？Polo 是什么鱼啊？不好意思啊，师妹写错了。不是鳕鱼 ，Polo 是什么？可以帮我写上来。好像是鳕鱼诶，它新款的鳕鱼。鳕鱼好像叫 POD 嘞。没有，它有两款啊。它有两款的，可以帮我。一款是鲅皮，一款没有鲅皮。嗯，有鲅皮跟没有鲅皮哦。妹妹再找一下。Polo 是什么鱼？没有鲅皮的比较大，是比较闷。嗯，不是鳕鱼啊，不是鳕鱼。等一下。鳕鱼啊，那是鳕鱼，我看好了。哦，是鳕鱼啊。可是它是扒皮的，扒皮的鳕鱼，哦，扒皮了的鳕鱼，扒皮了的鳕鱼，它的肉会比较粗。这个是 Mr. Google 讲的，不是我讲的， Mr. Google 讲的。我是看过啊，我是看了这东西，可是它的肉比较粗，就扒皮了。哦，然后呢，我们现在先把这个苦瓜呢，浸泡盐切片哦。然后呢，我们炒香苦瓜，加盐调味料调味哦。然后呢，多少粒鸡蛋呢？多少粒鸡蛋？三粒鸡蛋，放什么？放一点盐，然后呢，再加入炒香好的苦瓜呢，下锅翻炒。你看我们的苦瓜炒蛋呢，就简简单单呈现在大家面前哦。哦，加鳕鱼啊，他讲。啊，对，所以它大皮它的那个肉比较粗。哦，所以叫加鳕鱼。跟鳕鱼它的那个皮，它比较大只，比较白，比较斜白。哦，叫霞鳕鱼，它比较斜白，酱烧霞鳕鱼哦，帮你写一下。因为这个它没有白白。霞鳕鱼，酱烧霞鳕鱼啊。等下啊，我 online 打过一下啊。这个我去看也是鳕鱼，是不一样。嗯，酱烧霞鳕鱼啊，谢谢粉丝帮我打上来了。来，我们炒蛋哦。我们的蛋那个颜色美一下。嘿，苦瓜炒蛋好吃哎。苦瓜炒蛋不会苦啊。嗯，妈咪有把那个苦瓜呢洗一点盐哦。
龙哥做工，以翔做工，师妹 what is the English name for this fish 啊 ？Pollock， P O L L C K， Pollock。养啊，养是啊。傍晚好，秀粉们傍晚好哦。下个星期我可能不在耶，所以呢，下星期要叫七妹代班了。这星期不用上去开会，这星期有东西做，没有上去开会。然后我们呢，翻炒，噔噔噔噔，有没有很漂亮？苦瓜炒蛋，哦，米很香哎，不是妈咪很香，妈咪你的炒那个苦瓜炒蛋很香，苦瓜炒蛋都是香的啊。Do know how to enjoy it, with the 瓜啊，这样每个家他不大会欣赏那个苦瓜，我们家很欣赏苦瓜的，而且我们是生。你把它抓，你怕苦就抓盐哦。啊，怕苦抓盐哦，可以把这个小贴士学起来。林一讲会不会不够蛋？过了啦，三粒蛋了，三粒蛋了。你苦瓜放一条哈、啊？半条苦瓜，三粒鸡蛋。你先把苦瓜呢切了过后浸泡一点盐哦，这样子呢等一下你苦瓜就不会那么苦了，然后三粒鸡蛋打成蛋液加一点盐下去调味。 Addition 呢该先烧热油炒香苦瓜过后呢加盐调味料，调味后呢再把三粒鸡蛋打下去哦，然后翻炒呢到全熟就可以了。五妹在就有冬样哦，因为她很喜欢吃冬样。妹妈咪有没有煮冬样的呢嘛？你来的时候才煮冬样的妹妹，所以粉丝一直到就是知道这个冬阴是五妹子的。冬阴炒米粉老对啊，我先炒哦。冬阴炒米粉哦，明天炒啊。好了，安迪讲明天炒冬阴炒米粉，所以五妹来的时候就是冬阴 series 啊，是冬阴系列。是妹不可以吃虾，所以没有加虾哦。所以我们明天叫安迪就煮冬阴米粉。好了啊，差不多了。香哦，那个炒蛋很香。哦，杰森跟我们要想吃苦瓜，想吃苦瓜的粉丝们，来来来，今天呢喜欢吃酱烧虾鳕鱼的粉丝们呢，记得分享给家人们跟朋友们哦。还有呢，喜欢吃冬阴，也可以分享给喜欢吃的朋友们跟家人们。中国人会吃苦瓜，我也喜欢。叮叮叮叮，很香啊！它的蛋有点焦焦的那个香味就来了，很疼暖的是没哈、啊？请问你们家里用的姜仔在哪一个买家？请你介绍忘了。Christy 的 Billy's King， 等下我再把 Billy's King 的电话发给你，帮我拿电话呀，妹妹在那边 charge 电。这个牌子东阳好吃，是你们不要买错哦，给你们看哦，这个东阳呢，叮叮叮叮 ，Thai's。东亚沙巴东亚嘛，它是有一个 peace brand 的在这里，所以呢我们通常是用这个牌子，觉得它味道比较好。这个是苦瓜炒蛋完成，然后呢半条的苦瓜呢必须浸泡了，洗干净过后浸泡盐水，然后切成片状，然后我们就准备三粒鸡蛋打成蛋液呢，加一点盐调味哦。所以烧热油过后呢，我们先把这个苦瓜呢炒香后加盐调味料调味，然后再把打好的蛋汁三粒，然后加下去翻炒到全熟。你看，漂漂亮亮的苦瓜炒蛋完成。给你们哦，这什么菜？黄帝苗，黄帝苗不是九九吗？黄帝苗黏黏的，好了，可是黄帝苗不是有一个 QQ 的？有点黏黏的。等我一下哦，我在准备那个信息哦。Christy 的电话。安
Bishu 的那个江鱼仔呢，还有虾米呢，是 Billy's King 送的，所以大家呢可以去找 Billy's King 购买。王帝苗吃了做王帝哦。我刚才跟你讲，帝皇苗。Bishu 刚才先烧热油哦，你爆香什么？那个爆米跟那个小辣椒。虾米小辣椒爆香。我先把 BB 新电话发给你们了，谢谢大家分享哦。看到 Andy Shu 的那个辣椒，还有呢蒜米，我们刚才加爆香后呢，就把地黄苗呢加下去翻炒。去哪里？然后加盐调味料哦。四妹你讲好听，六七妹差一点，我觉得没有说分对对好还跟不好哦，大家的风格有点不一样，因为七妹可能对很多菜还不是很熟悉哦，可是七妹代班的还是很尽心尽力的为大家一一介绍，所以呢大家如果呢发现到七妹可能少讲东西啊，你们可以帮她补充哦。五妹有口福啊，四妹你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刚听了还有七妹，安弟有一个儿子五个女儿还有两个干女儿，所以七姐你一个干儿子呢？哦，一个干儿子龙哥哈，不是啊，阿全哦，阿全哦，还有一个干儿子哦，所以妈咪有两个儿子七个女儿九个，妈咪要说多一个嘛，说多一个龙哥，你不要说多一个龙哥啊，你问龙哥一下，兄弟姐妹十个，安弟等一下人家修日安妮老师哦，安利搞西，我今天也是煮地黄苗，地黄苗哦，好巧哦。这个地好市场买的，很美，很美哦，妈咪。妈咪讲我很美，妈咪的地黄苗很美。Hello， 傍晚好。妈咪，我发现妈咪炒菜那个颜色都很青。刚才呢，我们先爆香。蒜米呢，还有辣椒，然后就把地黄苗呢下锅翻炒，有没有很漂亮呢？下次要催妹妹讲啊，妹妹在旁边旁观，以后就到她讲了，妈咪哦。嗯。那妈咪对你有点信心了，妹妹。人家爸爸现在会帮我做事情。是咯，爸爸现在厉害耶，我是吓到耶。人家想什么？那个谁讲什么？那谁讲什么？这个菜很少见哦，是咯，比较少。有时候黄黄不美，这个很看起来很美，我们就买。嗯，七妹她也很厉害的，她尽量呢，现在已经进步了。事情快呀、啊，我还快，我都拉不到。对，有时安弟秀还没有看到那个信息，她就看到了。所以呢，给七妹多多鼓励哦，熟能生巧，是吗？甜甜的声音回来了，谁的声音回来了？你的声音。甜甜，她是讲五妹啊，妹妹叫甜甜的、欸，妹妹叫甜甜的、欸。安迪秀，你抽十个，十全十美，反正四妹买东西也是喜欢十个十个。杰林真的是了解我，小心我。是每个主播都各有精彩的部分哦。傍晚好，来拍照一下，妈咪，很久没拍这张一道菜了。今天的青草地黄苗完成。安迪秀有一个亲生儿子，一个干儿子，所以呢，他有两个儿子哦。然后五个女儿，两个干女儿，就有七个女儿了。所以呢，我跟妈咪讲，你可以收多一个儿子哦，所以就十全十美了。哇，硬讲收龙哥这么乖 ，OK OK， 等下晚上我问龙哥一下。他讲七妹讲好听不吵，四妹比较吵，所以每个主播的风格不一样哦。最重要呢，最重要呢，大家看到安迪秀煮这么好吃的菜呢，在家里学起来。那我们煮下一道菜了，噔噔噔噔，妈咪，平底锅。对啊，火应该不用哦。应该有一点热就好了，小心啊。妈咪放了一汤匙的那个牛油诶，妈咪，我觉得你煎七点前就好了。不会啦，要煎它很多时间的。我们只要看到五妹来就知道安迪要煮什么样。看到五妹很多粉丝问呢，他讲西西嘞，哎呦很可怜哦，五妹没有人问他周末几时回去，先问西西几时来。
我们今天五宝东亚哦，是每个主播都有各有特色。师妹熟悉了，给七妹加油啊！我们给七妹，七妹很快，其实七妹进步很快耶，因为很多赞助商的食品他不熟悉，然后可是他是在短期内安迪去跟他讲，他就记得了。然后每次直播过很累，我讲我的脑袋打死了很多脑细胞了。办完好，大家办完好，你们可以找那个 Christy 买哦，把 Christy 的电话发给你们的。这也好接吗？ CC 人气比五妹强，这是当然的。这也好接吗？我没有接过。因为那个一个那么可爱，一个这么胖。妹妹先瞪我一下。等妹妹，我们要先讲五妹胖先。太长哦，要剪吗？要剪呢。我觉得。妹妹剪掉，剪掉。等下你。我们要先讲五妹胖先，等下五妹瘦下来的时候就很有满足感了，是不是？四妹比较热闹，四妹比较紧张。龙哥做干儿子应该是 OK， 我那晚上问他一下。西西太可爱了啦，所以很人见人爱，车见车载，人见人抱啊！等一下，等一下不见掉。我把不见了，每个人那个粉丝都认得到他。你要教他嘞，随便陌生人抱他都要喊一下。这个是假雪姨哦，酱烧假雪姨。安迪秀，你煮每一样菜哦，很好看。我发现我妈咪现在哦，开始有一点很注重那个菜的颜色。妈咪粉丝白还问你哦，你没有煮红绿的，没跟问你。大家饭碗好哦，刚才我把科技的电话放上去喽，他们每个问伯伯一起吃来。我们这里是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不叫。应该放两轮嘞，妈咪。要两轮。要两轮啊，不要一轮啊。我要你给我切一半啊，不好切。妈咪蛋，你要反一下喽。师妹，你有一个狗狗，是大姐大还是狗狗大？狗狗最大 ，Doreen 狗狗最大。然后翻一下，哎，还可以放耶，妈咪。好像弄弄它就可以放了。你狗不要冷却嘛，狗狗。嗯，来。阿弟秀，你要不要我拿一个菜酱？我们没有第一次看你拿那个 buffalo 的刀出来。要等下爸爸炒。弟兄，现场。对，要等下烤到。来，现场切一下。哎呦，小心烫啊！这个是 buffalo 送的刀，还有呢，它的砧板哦。这刀很美嘛？你怎么它这个有？哦，这个是设计哈、啊。可是它的刀很漂亮哦，看到吗？然后你切的时候，东西就不会粘在刀的上面那边。这个是 buffalo 送的。哎，刚才没动，现在不要动了。因为那个地方干掉了。来，还有两片。没有位置了。大家傍晚好，秀粉们傍晚好哦！今天继续准时开播，很开心哦，大家。而且今天下雨哦，所以呢有点凉凉，很舒服。我们加了两汤匙的那个牛油呢，下锅煎香它。这个是老公妹送的平底锅，然后你们可以去买大送小。offer 应该还有，大家去应该看一下。What hit the anti should turn on with frying 啊？中火。有大哦，等下爆炸。Jenny 问 How much the honeycomb 哦？你们可以上网直接找哦，499哦，买大送小哦。等一下我把那个link发给你们啊。我们慢慢慢慢的再剪。放完好，然后爸爸帮我们切一下。快。放这边啊。我把那个懒狗妹的link先发给你们。自己上网跟厂商买。哎，那个什么汤放下去就可以了，那个汤。什么放下去？然后什么汤放好？这个比较小份啊。嗯。这个要。
这鱼新加坡很便宜耶，一包3块多，这么便宜啊？怎么这边这样贵？20块耶，这里。对哦。一包是几片？啊？不懂，一包是几片？什么？就几片啊？6片啊？好像还有几片啊？三鱼。好了，我先把拉锅妹的那个锅跟令卡给你们买大蒜。这样会淹水，它太嫩了。安继续用的是拉锅妹牌子的锅，饭碗好哦。你看我的妹妹跑很久，我也跑到了这里。安继续，你每天用多少时间煮晚餐给家人们吃？妈咪，我很少看你，是不是那个哦？你要弄那个油哈、啊，跟铁肠比较容易哦。会。皮会粘哦，它的皮会粘呢，皮会粘那个，鱼皮哈、啊，还好啦，它不粘锅，应该还好。我是怕你煎了过，等一下那个，我应该不用管，应该不用管了。大概呢，1个小时煮要1个小时备菜。他讲这个锅好像不好用，不是锅不好用，是刚才来不及反。妈咪有压力。这还可以拿那个铁铲呢去刮它一下。哎，就刚才看你会动了，现在不会动了的。是吧？奇怪哦。你是不是的牛油啦？吸收掉。对呀，牛油吸收掉。对了，像它的鱼皮粘。哦，鱼皮哦，它的鱼皮粘在那个锅上面啊。嘿，妈咪，我懂为什么你刚才那个牛油放不够多。它已经吃完了。是，它已经吃完你的那个，你的鱼吸收完你的那个鱼皮啊。再一点给我。他讲鳕鱼比较适合蒸，不适合煎诶。没有，这个是不是蒸？这个是那个虾鳕鱼。虾鳕鱼，它是蒸的那白白鳕鱼哦，你拿来蒸。这个是那种扒皮的。扒果皮好的、啊。这个果皮。果皮拿来蒸，不是也是 OK 吗？不是。我怕它的味道不够。嗯。我少看妈咪煎东西哦，和格兰卡布。沾点粉下去锅呢会比较容易哦。对，等下我要沾。等下安迪需要沾粉了。因为这个它扒皮哦，没有皮。它剥皮。是，安迪讲他等下要放一层皮来煎了。我要给他上皮了。他讲要叫大姐做二姐，我们这里是这样子的哦。如果是大哥最大是吗？姐姐排第一就叫大姐了。喂，不要紧，慢慢来。要弄一点粉才蒸哦，煎哦。嗯。妈咪，证明什么？因为我没有煎过这种。妈咪，证明步骤不可以省。因为我没有煎过这种，你知道它的鱼的程度是怎样的？哎，它跟我们平时那种鱼有没有不一样啊？因为它没有皮的。还想像多利鱼。多利哦。哦，会不会它会难拿出来，是因为它没有那个鱼皮的？没有，它因为它多利鱼是这样的啊，它破皮了。哦，叫你慢慢来，凤姐。你帮粉丝 test 过，你帮粉丝 test 过，粉丝再看。哦，所以是因为它的皮被拿掉了，安迪秀没有沾到粉。哦，所以现在去沾粉了。所以呢，证明每个步骤呢不可以省哦。安迪原本想说，哎呀，应该一次过搞定了。哦、oh、no， 妈咪散掉了。没有，他在别的散。没有他。他没有自动散掉，你看。来来来，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慢慢来。然后阿弟就教你们怎样扶住了。你要拿上来，给拿上来先。你要整个拿上来先，整个拿上来先。好，我们再来过，没有办法了，因为这个鱼呢，还是要沾一点面粉才好弄。阿弟讲，本来他想说能不能 skip 掉很多 step， 这个不要直接来煮酱，来煮酱哦，收着煮酱，妈咪。这个煮好煮酱啊。我们拿多另外一个锅来。它这个是 non-stick pan 来的。只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这个鱼没有皮，因为这个鱼哦，它扒皮哦，它全部
脆脆的。哦，这个是罢了皮的鱼。它好像要断，要断那种绵绵的。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洗到很干净。妈咪要准备沾一点粉。Auntie Sue， 洁白心刚，我还以为你要省工，直接全部放下去煎。对哦，前面要丢下去啊，可是因为他把皮拿掉了哦。上次哦，我懂，上次那个有皮。没有啦，那个不一样种啊，不一样品种。哦，不一样品种啊。那个没有扒皮，这个扒皮。来，好了。这个是扒皮的不一样。没有关系，我们再来过。我们要准备。它有点像 Dory Fish 哦，有一点像。像啊，像它像萝莉绿绵绵。妈咪现在要准备粉了。它像那个 Dory 鱼绵绵的。他讲本来他要省一个工的。我本来要省工，不要放粉的。本来要省工，现在省不到了。所以它因为它没有皮哦，要放粉一下。所以如果有皮，不用放粉，对吗？会，慢慢来。放一点玉米粉哦，沾上薄薄一层粉，然后才下锅炸。要多沾啊，用煎很难啊。会会会，继续，别心干，要多一点嘛，因为不多。这个还好。不到工了，证明煮饭的时候跟我们人做人是一样的，没有捷径的，妈咪。他跟我们做要放生粉，我们该放了玉米粉。我爹，不用紧啦，不用紧，爸爸该没有看到。我要煮那个酱。大家饭碗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先用这个煎。妈咪这样子，等下先呈现四片了咯。油啊，跟出来油啊，进哪来哦？跟进来，我们弄了四片喽。不能多进来，大碗好。开大火煎才美耶，必须开中火。你要放多少牛油吗？应该要反了。妈咪，剩下四片，该那个等一下我们拿来烧掉。妈咪不能省工。所以呢，我们也一样哦，要把食物煮到美呢，把食物煮到美呢，我们也是没有捷径哦，要一步一步来哦。是啊，香啊，香香香，给我放多一点，比较香。够了，够了。可以可以可以，香。哦，对耶，真的是沾了皮，过还有一层东西啊。谢谢粉丝的贴士。如果是没有皮的鱼呢，像 Dory Fish 这样子呢，你可以沾一点那个玉米粉也可以。没有 Dory 鱼啊，要放多少粉？嗯，杰西刚问怎么放粉，我们该不放粉哦。它好吃，你看妹妹。妹妹在偷吃刚才的鱼啊。好吃，我知道，我知道好吃。再来。吃得完。这个酱很好吃的。你放这个。甜啊。甜哦，爸爸，你快把那个酱的那个。五妹，你要看哦，要学煮给 CC 吃啊。然后反一下，你沾一点粉哦，它就比较容易反。好，这样下好分。哦。你看妹妹跳到这样子。我跟你讲，我妹妹是来制造音效的。可以了。差不多了，爸爸洗锅很快。快到妈咪有点。好了，他只是煎一边就好了吗？是，其实很多粉丝很会煮的，大家可以互相交流。牛油会不会太少？粉丝问你。弟弟很坚持，牛油不要放太多。我还想说，牛油放多点比较香。要太油也比较对。会有啊，因为我觉得放牛油比较香。这个是霞雪鱼，霞雪鱼，来粉丝帮我写上去的。好了，这边了，放哪？我来看，继续讲惨啊！这个还是圆啊，
会呀、啊，因为它的那个。它的那个皮呀、啊。它的皮呀、啊，所以我跟你讲，你可以沾多一点。它跟我们的东西不一样。会反了，不要反了。那个拿来来。拿来，拿到了吗？哎呦，这样大个太夸张了。方便你拿吗？哦，你是要煎一边而已哈。我要煮酱。哦，煮酱哈。这个是虾鳕鱼，先把它的边边弄起来一下。哦，然后你要把这个留起来，对不对？哇。还会喷。还会喷哦，小心哦。也要滚哦！大家傍晚好。我今天很难得看到安迪秀。这样子，在我解食谱的时候，记得提醒粉丝要加一层玉米粉。这样子呢，等下好煎哦。我们要拿酱，酱油。五妹还没有回去，有面试成功吗？有哦，有哦，妹妹五月三号开始做工哈，五月三号做工。那安迪秀加什么呢？你们还记得吗？那个酱烧，应该粉丝不还记得吗？妈咪224是吗？还是244了啊？224哦，应该很多粉丝还记得。224。刚才有一轮了的，然后呢，安迪秀嫌剪到不够美，还要剪多一点的，不用紧，我们最重要是教粉丝在家里想简单弄这个酱烧虾鳕鱼。然后呢，我们加了一汤匙、两汤匙、三汤匙、四汤匙的花雕酒哦，嗯。然后呢，它是不粘锅，这个是不粘锅，它的不粘涂层呢有两年 warranty 在拉锅妹那边。锅身呢就有10年 warranty， 两汤匙，一汤匙的蜜糖，两汤匙蜜糖，对，224哦。嗯，加酱油来。一个。一个可以来。224啊。两汤匙的蜜糖，两汤匙的酱油，四汤匙的花雕酒。Okay. 好了。五妹 ，You don't want try for the children 啊？没有啦，没有这样讲。还要比赛，你要得球了。他比赛了，他讲。啊，两个搞不定了。能搞定。要滚一下啊！给他煮。妹妹好像没有吃过，没来我们家吃过，我们这道菜我们吃过。妹妹应该吃过。她讲 ，Pretty， her husband allow her working 啊，可以啊，她可以赚多一点钱养自己，不用紧。就一整今晚减肥，今天有六个人吃，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七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有够吃，你懂为什么吗？后面还有一点，后面还。谁要沾粉啊？那像像玻璃鱼它比较。微微，你是等一下再淋上去就好。哦，你要给它细致哈。你要熟一下，你敢吃？哦，你要熟一下。你的这个会带大个吗？可以来，给我。小个啦，小个。来了。他做account come admin 啊。来，快点来，来个等等。account come admin。这边不是一样啊。走来这边，妹妹。因为蜜蜂。哎，很远呢。你要找到大哥。看到吗？这边还有哦。还是上面我拿得到，不用叫你的。五妹 think she want she want。有安迪秀，刚刚有用平底锅，刚刚拿去洗了。会计啊，五妹 think she want to have a 哥哥。大家傍晚好。四妹五妹她上班的话跟老公住哦，恭喜她，恭喜恭喜恭喜五妹呢找到工作了，她是 account cum admin 在那个 Green Haven 的 building management 做工，她跟老公住没有跟我住，
这个用不粘锅比较好煎。来，必须来了，慢慢来啊，不用紧，小心烫啊。龙哥在做工啊，五妹成功了啊，找到工作了。花雕酒买什么盖比较便宜啊？比较香啊？不知道哎，你们可以去 try 这个，这个安越贵越香，越贵越香。越贵越好，越香。224哦，两汤匙的蜜糖，两汤匙酱油，四汤匙的花雕酒，244。那安迪需要放下去给它吸收那个酱料。来吸收酱料一下。所以你是煎香了才放酱料对吗？好了，慢慢来啊。今天煮什么？酱烧霞雪鱼，五把冬阴汤，都是我们喜欢吃的。那个酱烧呢，大家就是记得224哦，两汤匙的蜜糖，两汤匙酱油，四汤匙的花雕酒，然后呢，我们就均匀沾上那个味道了。不是在师妹的公司，是在Building Management 的公司做工，就是那种管理建筑的。She can come and teach you house more often now。五妹，恭喜啊，加油啊！几时开工啊？五月三号。The company so lucky have 是五妹哦。她老公也是住新山吗？对，我的妹夫是做那个Mercedes technician 的，他们是专业技术修那个 Mercedes。哇，妈咪的酱很美，妈咪的菜在这边了。我懂，你要放你的青青在中间，慢慢来，小心烫啊！记得呢，这个酱哦，一点烧哦，大家要注意安全哦。恭喜五妹，这样不是很少看大宝了？妹妹怕顾到怕了，她顾到怕了。她讲最好是一个月来两次就好，久久看一次。家婆加工带。我觉得妹妹是来做音效的，妈咪。是啊，哎呦！跟妈咪两个很坏啊！哎呦！啊，第四，你阿拍戏嘞？他每天在跳啊，加工加婆婆。祝五妹工作顺利，加油。师妹，你大姐儿子没有跟你们住一起吗？少看弟弟住在婆婆家。有啊，他在楼上，他每次喜欢打 game， 没回来就打 game 做功课啊。五妹 not at home 吗？西西，我 look for her。 不会啦，西西会找他的阿公阿嬷，因为加工加婆顾他很久哦，一两年有哦，妹妹哦。安迪，你今天的雨伞了？是咯，刚才因为煎的时候哦，没有沾上粉的时候就很难煎。建议大家呢，煎的时候涂一点玉米粉啊，涂一点玉米粉。这个跟高丽鱼一样，差不多。他在那个 Bermas。五妹 was staying your place since got new job。他跟老公住，哇。他讲他用那个 Blunt Bronson Brand 花雕酒都可以，妈咪讲越贵越好。这是什么菜？香菜、啊、妈咪现在厉害了。维尼会撒汁吗？我不撒汁。妈咪这样子你切一个花在中间就好了。对已经买了那个以前我的小时候吃那个那个花。他讲你不用喂母奶了吗？断了。今天的酱烧霞雪鱼完成了，赶紧去拍照一下。来，今天的酱烧霞雪鱼完成。这个是香菜哦，香菜叫什么？贝利反式。是，这个鱼不容易煎，大家要沾粉才煎哦。哎，阿弟叔有示范了，没有沾粉。连那个步骤都不可以省。这个哦，跟那个有皮的哦不一样味道。哦，这个很香哎。这个有那个。刚才一呛那个酱的时候，我们就嗅到很香的那个味道来了。安迪秀，看到你太开心了。
煎鱼很粘锅，会啦，还好啦，那个锅应该要。可以，因为它起皮的。可以起皮，起皮比较粘锅。它起皮的比较好粘。来，这个是五宝东阳汤，我们先把这个。它那个鱼是起掉皮了的。把豆腐打加完下去，这边几片？有点像多利鱼。五片豆腐啊。两片豆腐。我那个下去会吗？不会啦。哪里去啊？哎。那个地。当。一 B 的五宝来了，一 B 的五宝来了，我们把菜放下去，这是什么菜？瑞妮讲我怕煎鱼的，不会啦，瑞妮鱼还好啊，其实还蛮容易煎的。芝麻米放那个特地放牛油煎就很香，这什么菜吗？这是长白菜啊。长白菜哦，我在等妈咪放那个五宝下去。这是一 B 的五宝，五宝东阳汤。因为每次他们看到五妹就知道安迪会煮东阳汤，是吗？五妹如果和四妹住啊，就每天有好料吃。他觉得那个肥很难吃，东阳。你知道为什么我每天做运动吗？因为那边做了运动，这边吃，运动是为了吃更多。安迪很了解我们的口号了，那洗一下，要过水一下，妈咪。兼班长啊，班长应该最近很忙哎，我看他。班长最近做工了哦，他有时晚，有时他在 office 忙完了，过会进来看我们一下。没有，我问他班长，怎么最近你这么迟？他也在 office。也对啦，不可能做工在那边开直播，要给老板抓。也是放萝卜。啊，我们一 B 的五宝，一 B 送的五宝，然后放上去了。哎，姑娘们，不错哦，这样子很生嫩哦。哦，你是放热量粉哦。等一下我的妹妹啊，五妹啊，一定很爱，哦、一定会加饭。不用加饭啊，喝汤粉。喝汤粉。来，它盖锅嘛。看到我很痛，每次煎鱼，明天要放中火啊，中火慢慢煎。安迪是都放。拿来炸就拿来煎哦。啊，拿来炸也可以。他讲看起来很像 kimchi 耶。多放一点粉拿来炸，多放一点粉拿来炸。没有啊，你煮啦，你现在喜欢吃你煮。谢谢大家分享哦，今天有五宝。我妹煮金鸡哦，她喜欢吃。今天有五宝东阳汤。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吃金鸡，包你喜欢的。酱烧虾鳕鱼，对，今天煮两个新菜色。今天我的妹妹哦，看到东阳汤超开心。阿弟秀。你看他笨了很多，等下连住了，他冷了就连住了，来就连住，没有这样哇，就饿了，饿了，妹妹，但要加冬瓜，还要加冬瓜，等下唱甜啊，西江，是西江跟你讲，好一搭，好一搭，西西那天八宝汤喝两碗，不喝酸，没有讲西西那天八宝汤喝两碗，是啊，好一搭，西西是吃咸不吃酸，是吗？吃咸，不吃甜。四五种丸可以煮东阳汤哦，它五宝里面有。它五宝里面有五种，所以你不用买很多包，买一包就够了。买一包放一锅啦。一包下去就五彩了。安迪秀呢，准备2.5L的水烧热呢，加4汤匙的东阳酱，然后1汤匙的自制辣椒酱呢，2粒的大葱，2粒番茄，下锅呢焖煮到呢出味哦。你炸不是用牛油吗？对，用牛油。那牛油很香。然后呢，这支辣椒酱是255，200克的干辣椒，500克的蒜泥，500克的小葱头。我们呢搅拌均匀过后呢，让它煮到那个这支辣椒酱呢煮到它出油就可以了。然后平时安迪兄呢会放点这支辣椒酱哦，颜色超美，很香。Thank you, Andy. Bring me go eat kimchi, please. 啊，可是讲。妈咪啦，现在先预告要去吃 kimchi， 等下粉丝每天念你要吃 kimchi 了。而且我们不是吃了，也很好吃的。是啦，看来 kimchi 很好吃哦。不知道哎，去吃哦。去吃哦。No， 不敢用。我在看那叶子比较闷啊。DJ 名是我带来吃日本菜。好吃的 kimchi 不会太酸，然后又很脆。好了，来，我们拜师去吃，拜师去吃。哇，姑娘，好了，姑娘，熟了。我的颜色
我们这个加一点，快点来吃，快点加一点米粉也是很不错，快点。没有，他没有加 mushroom 哦，开胃很好吃、哦。那我包一包，好的，那个卤豆腐可以看五宝的包装啊，你帮我拿一下。阿姐 ，Saturday got try make potato ball follow auntie's recipe. What happened? No crispy. 怎么不会 crispy 啊 ？EB 的，这个是 EB 的。哎呀 ，EB 的火锅五宝哦，火锅五宝。一二三 ，chicken， 妈咪要下次要减肥一点。因为刚才拿刀这样削，是不是有它的油不够多？他讲煎的不够脆。哪里？那个。番茄马铃薯地瓜球它煎到时候不够脆耶，是不是油不够多？会啦，只是它里面空心里面的里面啊，它会有一点那种糯米 QQ， 皮是脆的，里面一点糯米。他讲它炸到不脆哦，外面会脆啊，里面一点糯米、啊。会不会它压不够大力？哇，它舍不得压啊。一打不够大力。跟他压，你可以跟他压，可是不要太放得太硬了，放得太硬也是不好做。东阳是这个，大家可以去找找看。Peace brand 的东阳嘛。要丢香菜下去。不要丢，我不要香菜。No。No， 爸爸讲，等下丢香菜。来，可以了，好了。今天的。你放妈咪，你放这边，你放这边，你搬过来啊。看这边烫啊，白丝。你不要拿烫啊。等下拿。是五宝。五宝里面有鱼丸哦，对，给你看一下。它五样在里面了。五宝。你要读一下看啊。它有五样。来，我读一下。它里面呢，后面哦，它有这个，它有 cheese 豆腐，鱼肉三文治，海鲜豆腐，鱼丸，还有呢，就是这个海鲜辅助卷。四样，还有一个是什么？海鲜辅助卷。对啊。cheese 豆腐。啊，鸡豆腐啊，还有一个，然后呢，海鲜豆腐，还有这个，啊，然后呢，鱼肉三文治，鱼丸五个，所以你买一包啊，一家人可以用。Andy Xiu BB 眼睛很亮哎，他讲你穿摇钱树衣，跑进来看得到，哦喽，这样厉害了，证明你的衣服太少了，容易冷。够力的，我们把它站起来就看到。我是700 km 的 Irene， 我们今天煮好了。最后呢，让 Andy Xiu 妹妹来，快点去关机，来，妹妹很少出镜哦，快点。最后呢，我们让 Andy Xiu 还有呢五妹跟我们一起做招牌动作。拜拜，叮叮。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ahead， 拜拜。Jessica， 你去 NTUC 找五宝哦， NTUC 有卖， NTUC 有卖。班长， NTUC 卖多少钱？拜拜。没有放虾，因为四妹不加虾。